以前是女团的，在日本做过一段时间的女团。女团训练生有没有？她的训练生没有成功，后来就是 AV 耶。啊，那是山上优雅。你是看哪一部片啊？山上优雅。山上优雅。哎呀，退休了。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.O.以前是女团的，在日本做过一段时间的女团。女团训练生有没有？她的训练生没有成功，后来就是 AV 耶。啊，那是山上优雅。你是看哪一部片啊？山上优雅。山上优雅。哎呀，退休了。山上优雅是女团。AV 四十八。后来的 AV 更红。对。对，你们现在要退休了啦，你们在激动什么？对，对，因为他要退休了，是什么？我们好激动，是不是退隐了？那这个是你的音乐吗 ？X 乐园 ，X 乐园是我最近出的一张 EP， 嗯，对，你个人的吗？对对对，一个人，但是那个字很容易被读成乐团，搞得好像我有个乐团一样。X 乐园，然后里面就是我的全创作歌曲。唱一下，
自己的新歌叫做《好哟》。好哟，啊不是，这首好，好的，我的新歌不叫好哟，我新歌叫，他只是回应你，对，好哟，我要唱喽。现在很多歌都怪怪的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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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做哎呀，来欢迎带来这首歌。我想你了，因为雨滴亲吻着海洋的天，哎呀，又想你了，因为太阳升起了太温。哎呀，像融化的冰淇淋，控制不住的甜蜜，吃一口忘不了啊！哎呀，你在干嘛？你吃饭了吗？你睡着了吗？剪头发了吗？所有的问号是身份调查，不是开个玩笑，这无聊的唠叨只是命令案例代表。我想你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可爱哦，哎呀，来丁秋老师，你怎么看？他唱自己的歌比唱别人歌好太多了，很自在，有没有？好可爱，很棒，很棒，很特别的歌哦。你喜欢的那一型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是甜美型，是我喜欢的。你的菜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的菜，真心诚意跟人家介绍自己，一起研究音乐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其实我也是玩音乐的。我以前我有个团体叫修比都华，是一个团体的。对，你知道啊？我经纪人特意跟我说，你要记住这个。本来不知道啦，对，硬背下来的。对，谢谢经纪人，半夜被 cue 到。谢谢经纪人，哇，修比都华很优秀，很优秀。他们修比都华已经解散了，我们董事长乐团还在。哎，金曲奖，金曲奖的，不管修比都华，不管董事长乐团，但是我们台啤总经理还在。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歌很棒，华晨宇，你的新歌叫做《哎呀》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家好好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华晨宇，谢谢。新一家，爱就开始进来，每个分每秒。好厉害！不愧是我们家的小姐，好猛，好猛。我跟你讲，好猛哦！这种东西叫什么？拳怕少壮。哎，你年轻那个气力一跟上去还是 OK。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老师傅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嘉威不会被打死。最后真的不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够了。还要认输了吗？认输要不要再飙一下？他没有认输，再飙一下好不好？再来一下好不好？再一次，再来再来。认输的话，我们就三杯结束。我觉得你可以，嘉威可以，你可以再半个。你不上还要吗？要不要？你就吃三颗水饺。三颗水饺，哎，很真的吗？但是上没有志气，太没有志气了。他想有辣椒，那我挑战一下。漂亮。